你为什么学医？我要救人！你凭什么当医生？龙哥，要是你当医生就好了，我只想让你给我看病。混蛋，不要脸，别不是你的人！敢问女侠是哪路的？关你屁事！好名字，日本人。我抄遍了我们那个考场，所有人的考卷用的就是这只眼睛。这只眼睛能透视。